好，那下面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一些非常不规则形状东西，我们就只有用积分方式来计算。可是有一些面积呢，它不是完全不规则，它可以分解成为虽然不规则，可是它可以分解成为一些规则的一些形状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用分开一个形状一个形状呢，然后再组合来看。比如说像这样一块平板 XYZ， 算了重心的话，虽然这个是一个不规则平板，可是呢我们可以分解成为这样一块三角形，这样一块三角形，对啊，一块两块三块。那这个三角形的重心我们都知道说在哪里，在离开底边三分之一的地方，长方形的中心，这个都大家都知道了。所以我们就分开一块，第一块面积 W1 我知道，然后这个 X81 Y81 我都知道，很容易算得出来。那 2 也是一样。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用什么 W totally 就等于是 W1 2 3加起来。好，然后呢，这个是 X8 W 就等于 summation XIWI， 只不过呢，这个 I 是等于一到三 only， 不是到 n。好，那 Y 也是一样，等于说。原先我们要分成很多很多小块计算，那现在呢，我可以把它割成几块比较规则形状来看的话，我只要分三块计算就可以了。那只要你每一块的重心都知道的话，带进来这边就可以算得出来。这个呢就是所谓的 first， 这个也是一样，就是 first moment of the plane with respect to y axis。那对面积也是一样，如果我有这样一块面积不规则形状，我想算它的重心的话，我就一样。分成这样三块来计算 ，A 1 2 3，好 ，A 1的重心在这里 ，B 1的 A 2重心在这里 ，A 3重心在这里。所以说每个重心的位置，这些规则平板重心位置我都知道，一样带进来这个地方呢 ，total A 就等于 A 1加上 A 2加上 A 3。好，那 X 8 A。就等于 X1A1 加上 X2A2 加上 X3A3。 你看 X1A1 就是这个面积 A1 对 Y 轴的 moment， X2A2 就是面积 A2 对 Y 轴的 first moment， X3A3 就是对它 first moment， 三个 first moment 加起来等于整块板作用在 X8 对这个轴的 first moment， 就是利用这样一个观念呢，求出 X8 来， Y8 也是一样就可以求出来。好，出来结果是一样的。那所以这些呢，就是可以利用一些不规则平板、不规则形状东西，割成几个规则形状来计算。一些规则形状中心，书上的表上面有给你们，给你们。好，那比如说像再过来像这样子一个形状，半圆形、长方形，中间挖一个洞，挖一个洞，请问？这样一个平板，它的 center 在哪里？先看看有没有对称轴。有哎，那有很简单，有对称轴就把 x 轴放在这个位置 ，x 轴这里 ，y 轴在这里。这个题目 y 8等于零，要不要算？不用，直接写。这个对称 x 轴，所以 y 8为零。第一个，然后在这样一个不规则形状，我分成几块？这个第一块，这个是第二块。第二块是这样好了，我分解成为第一块半圆形，加上第二块长方形，再减去第三块一个圆洞在这里，洞这里，对不对？这个是第一、二、三，开始列表。那对 area 来讲，这个 A 来讲，这个是 area A1。是正的 ，A1 这个是正的，啊 ，X81 也是正的，负的 ，X1 在这个位置，这个在哪里呢？可以书上看，书上应该在最后那页上面啊，最后那页上面在这里，一个半圆形这个面积，它离开底边的距离多少呢？是4r/3π 啊。4r/3π， 这个是它半圆形面积的重心的位置所在。这个怎么算？
等一下会告诉你们可以用积分方法来算啊。那最起码如果说这个东西你查表查得到，这个 X bar 是查得出来的，那这个时候呢 A X bar 所以乘着负的，那第二块 A2 呢是正的， X bar 2也是正的，那这个呢是当然是正的，第三块 A2 是一个空洞啊，所以 A3 来讲呢这个面积是负的，面积负的， X bar 是正的，所以这个是负的，所以这个偷偷加起来，这个东西就是整个平板的面积，这个通通加起来呢整个平板对 Y 轴的 first moment。 那有了这个以后呢，所以这个X bar 就等于这个是积分，不是积分了， summation 这个 A X bar A I X Y bar 除上 total A，就可以算出这个地方呢，它的最后这个地方的重心在这个位置上面，这个是它的 center。好，当然这个时候呢 ，x y 八等于零，这个就不用计算了，就不用计算。所以类似这样一些不规则形状的一个分成三块规则形状，分别计算就可以算出这个 column 来，这个 column 来一除就可以把 x 八算出来了。好，下面有几个例题，或者很快看一看这几个例题怎么计算。怎么样？这样讲一讲，你们应该有印象吧？回那个把你们的记忆唤起来了啊！怎么计算这个重心啊？这个应该都学过吧？没有吗？没有学过？有吗？对啊，所以我说，所以这段我讲的比较快了。好，五点一，这个面积是这样子啊，这个是很奇怪的面积啊。好，在这里这样一个半圆，一个三角形，这里挖掉一个洞。好，尺寸告诉你，这个是八十，单位都是 millimeter， 这个是六十，这个是一百二十，这个是六十，里面这个是四十，挖了一个洞。请问这个面积的几何中心在哪里？这里有没有对称轴？先看有没有对称轴。没办法，没有，找不出来，眼睛看不出来了。这乖乖的就一个个算，那算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东西分解成为几块来算。X Y 在这里，第一块下面这个三角形啊，第一块它用长方形了 ，sorry， 都无所谓了，这个没有顺序问题。第一块用这个长方形加上第二块三角形，加上第三块。这个半圆形位置要画对哦，不能画错啊。第四块减去这个地方的一个椭圆洞，第四块。好，所以这个是一、二、三、四。一、二、三是正的，四是负的，面积是负的。好，所以它列出来 ，area A 第一块、第二块、第三块、第四块。A 一个 ，X 八在哪里 ？Y 八在哪里 ？X 八 A 在哪里 ？Y 八 A 在哪里？要算这几个东西，你割一个 A 出来呢，切一个 A 出来呢，这个面积它本身的几何中心你要知道，否则你算不出这栏出来。OK， 所以你取一个 area 也好，取一个 volume 也好，这个地方的本身这个地方的 center 你应该知道的。好，待会后面提到积分也是同样的原理啊。好，我就随便写一个好了。这个多少呢？这个是八十乘一二零，所以是九点六乘上十的三次方 millimeter。x 八在哪里？六十的地方，在这里嘛。这个六十，这里呢是四十，所以乘起来呢，五百七十六乘上十的三次方，单位书上有啊，我就不写。三百八十四乘上十的三次方。好，第一个，第二个三角形我就不写了啊。三角形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这个地方呢，重心在这里，主要是这个地方呢是 4r over 三派，再带进去，所以第三块的x 八是六十没问题，第三块 y 八是一百零五点四六，这个地方是八十，这个呢是二零点四六，把这个位置重心算出来，这是第三块的重心位置。好，起了两个造成。那第四块呢？面积是负的，负的五点零二七，
乘上10的三次方，其他都是很容易写出来的。所以这边特别注意，就是这个地方的重心，你要查表查出这个半圆重心出来。你切割成不管你切多少块，每一块它重心你必须要晓得。所以这块重心呢，查出来。这个重心在哪里？很简单，三分之一，三分之一，这个比较容易算出来。最重要是这块面积是负的，有个洞，这个负的一定要写出来。所以最后找出 summation a 出来，找出 summation x bar a 出来，找出 summation y bar a 出来，最后整个面积的 x bar 就等于积分，不是积分了 summation x bar a 除上 a y bar 就等于 summation y bar a 除上 a。这个结果就是这个 column 的 summation， 这个 column 的 summation 除上这个 column 的 summation， 就可以得出这个 x bar 跟 y bar 出来，就是这个一点都不难，只是计算上面呢小心一点就可以了。要切几块，怎么切法，要切成规则形状，要切出来这个形状，这个重心你要知道才行，否则你算不出这两个 first moment 出来就是。好，从这个例子可以大概可以归纳前面谈到这几个重点在这里，看看这个例子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补充说明的。除了这个小的数目字我不写以外，整个观念我再讲一次：一个不规则形状，我分成一块、两块、三块，加起来以后呢，要减掉这个洞，所以这块面积是负的，所以这个 a 等于负的。OK， 每一个切出来，它本身。它的中几何中心 x bar y bar 知道，你才能算出这个面积对 x 轴的 first moment， 这个面积对 y 轴 moment 多少，这个一样，这个面积对 x 轴多少 ，y 轴多少，通通算出来，就可以找出 summation 的 x bar a 出来，找出 summation 的 y bar a 出来，最后带进这两个算几何中心的 equation， 就可以把这个不规则面积的几何中心就可以计算出来，就是 OK。看看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对，这个算面积，没有不是算重量，这个叫 centroid， 这个算 centroid， 就没有考虑到密度的问题，就是。OK， 好，那第二个算线段的，做法跟原理完完全全一模一样，5.2。一个三角形，这个不是面积啊，这个是三根线段啊，一个线段，一个弯成一个三角形的面。好，如果我取这个 x 轴，这个 y 轴，这个距离是600mm， 这边是250。好，这个呢，这650，这个满足这个平方和开方的关系 ，mm。那是这个是 a b c a b c。这个是算这个 ABC 这个线、啊、它的 centroid 在哪里。那同样道理一样，我们就分几段来算 AB 一段 BC 一段 CD 一段。那 AB 好，找它 L 找出来，它的 X bar 找出来，它的 Y bar 找出来， X bar L 找出来， Y bar L 找出来。好，一个一个写。第一个 AB 阶段，如果我们坐标是这样取 ，x 轴在这里 ，y 轴这里，算任何题目，你坐标先定出来，定好不要改它，好，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坐标。AB 它的 L 是600 x bar 呢是300 y bar 是0，这是它的这个线段，它的中心在这个位置，这个线段中心在这里，这个中心在这里。好，后面我就不写了。BC 这段长度650 x bar。300 y bar 125。好，这三个有了，后面自然就有了。那 CA 这段呢，长度是250 x bar 是0 y bar 是125。好，这个加起来有一个 summation L， total L 在这里，这个呢是 summation 的 x bar L， summation 的 y bar L。 那 total x bar 就等于什么？ summationx bar l 除上 total l， y bar 就等于 summation y bar l 除上 l， 就可以算出
这个线段的重心呢 ，x 八在哪里 ？x 八是在250 ，y 八是在75的地方，大概在这个位置，250、75在这个位置，这个就是这个线段，三个线段合起来它的线材的位置在这里。好，这个是第二个题目。好，做法一模一样，就是列这个表出来，这样一个做法在往后很多题目上面常常用，所以这个 format 你们是熟悉一下，在材料力学算这个东西也常常用到这种一段一段算的，你就列这个表出来是一目了然，非常清楚的。OK， 好，算这个东西出来干什么用呢？我们看下面这个题目就知道了。哎，有可能讲得完了今天。有可能讲完这张啊，今天哦。好，这边有一个半圆形的圆环，半圆形的环，它重量是 W， 请问？如果以这样的方式 hinge A 点地方 B 点呢直接让它接触的话，没有摩擦力的情况底下，请问 A 点跟 B 点它的 reaction force 分别是多少？要算这个东西，回到我们实际力学问题上面来了。那我们现在呢就要画 free body， 首先画一个 free body， 就是把这个圆环半圆环画个 free body， A 点上面有两个 reaction force A Y 以及AX， B 点有一个 reaction force B， 这个是 B。 好，然后还有没有力量没画的？有没有漏掉什么东西？有没有漏掉？把这个圆环画个 free body 出来， A 点 hinge 变成两个 reaction， B 点这是一个直接出没有摩擦力的话变成一个 reaction， 这是 B。 有没有漏掉？当然重量没画，重量没，如果重量没有的话这个通通都是零了，不用算，对不对？重量作用在哪里？作用在这个圆环的 center 的地方，中心的地方 W。 到底这个位置在哪里？这个地方就从表上查出来，这个距离呢是 2R over pi， 这个圆弧曲线它的重心离开直径是 2R over pi， 半圆面积离开底边是4R over 3拍，这个东西如果以后你们做多呢，都会背起来就对了。好，那没有背没关系，从表上查出来。好，那在这边这个位置有了以后呢，剩下的好办了。第一个，我取这个 moment 的 summation MA 等于零，等于零，取这个点 moment 为零，就是变成是 B 乘上 2R， 对不对？这个是对于 A 点产生这样的方程 moment 正的，减去 W 乘上距离呢 2R over pi 等于零，这个是这两个 force component 没有进来，对这个点的 moment， 这个是 A 点 moment 进来，这个 force 对它 moment 是这个方向，这个对它方程 moment 这个方向合起来为零，所以 B 就可以算出来了， BX 就等于是 BW over pi， 正的表示往这个方向，再从 summation fx 为零，所以算出来呢 ax 是等于负的 w over pi， 这个方向是往这边，再过来一个 summation fy 为零，好， ay 就等于 w， 三个 reaction 轻轻松松算出来。最重要在哪里？就是如何算出这个重心几何中心在哪里。好，算出这个位置出来以后呢，剩下事情都很好办，所以我们这张教你们怎么算一个线段一些那个面积等等的几何中心的话，这是用来回来计算我们力学方面的问题，这个我不是教微积分，是教力学，所以回来解这个问题就对了。好，这个是一个例子啊。好，了解这个以后呢，下面就是利用一些怎么样告诉你算一些非常不规则形状，利用微积分的方式来计算。好，在这个之前的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后面东西呢，就是一些微积分的技巧问题了。照理说应该不是我上的了，啊 ？OK，
好，如果没有问题，就进去后面怎么教你们怎么积分。啊？会不会太快啊？不会吧？这些都比较简单了啊。啊？什么考试？什么时候考试？下礼拜再告诉你们，好不好？那讲完第六章才考试，还有一章了，有一章。这样好不好？如果说不管哪天交到第六章，考试时间我们定在不要，我定在要我要一个礼拜出国，定在我出国那礼拜考，好不好？我看看我的时间。十一月底。两次期中考。还有一个月。暂定这天好不好？那因为这天我出国，如果说对不在这个考试呢，我们另外要安排晚上补课了。嘘，安静点，安静点。再说了，这个我暂时先考虑一下，因为我要到美国去那时候。下次考，因为我下礼拜可能讲完第六章，那慢一点考。可是第二次呢，就还是到第十章完之后考，可能会在十二月中考第二次。如果月中考第三次，如果你们不想分得那么散，分得那么集中的话，那就早天晚上考。OK， 下礼拜再决定好了啊。我这个周末又要出国了。不影响你们。我礼拜五晚上出去，礼拜天晚上就回来了。客照上。啊？还没说，好吧，还没说。老师，上个礼拜不是说下下礼拜吗？下下礼拜原则上，我说有没有可能这样？下礼拜再跟你们商量，好吧？太晚，有点太晚。太晚的话，我们就找一个晚上考了。找个晚上考。太晚上聊。不要考。还有一个可能，等了交完第八章考，就考两次，第八章一次，最后一次，这样子也是可以，就是定到28号考。你们愿不愿意冒险？乐考坏怎么办？考两次各五十分。各五十分。对不起。45分。还要考试。原先这样定对不对？原先这样定嘛。还有 CT 啊。CT 大概是15分左右吧。太早了。20啊。有必要提。这个原先定的，我说原先这样定嘛，对不对？小考，无限入围上分，无限自己分。小考大概，小考大概5分了，大概是原先这样定的。OK， 如果我们要按照这个原先规则，也可以，没问题。那要不要改变呢？你们考虑一下，有可能变成两次，嘘吧。一次两次各45分，一个可能性。45分，这个不是市场喊价了，或者还是要维持三次考试90分，习题15分，归属分总共110分。那我可以调整地方呢，就是我每次考试呢可以出超过100分题目。哦，好，让你们来做。好，还是维持这比例。不可能让你们 CT 考100分嘛，这个不用考试了，对不对？不可能。
我这礼拜想一想，我下礼拜再跟你们商量怎么考试，好不好？如果说没有别的方法，就是照原定的考试方式，我可以利用晚上来考，没有问题。好，下面提到，安静一点，这段对你们很重要啊，这段很重要。怎么样来计算这个 centroid by integration？ 那我们刚刚提过说，我们算的东西，算面积，算 first moment， 都是利用 integral 方式算出来。好，那现在我们取一个 area， 就 算这个 area， 取一个 area， 它 dA， 我这边取长度 dx， 这个高度 dy，dA 本身的面积大小就是 dx dy。好，这个点的坐标就是 xy。好，所以这个 x bar of element 等于 x，y bar of element 等于 y。这个 x bar element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取这个小的 element。这个 element 本身的重心的位置就是 x 跟 y， 把这个 dA 有了，这个面积有了，重心有了，我们刚刚不带进去刚刚的地方吗？我们算几栏嘛，第一个是 a 等于多少， x bar 多少， y bar 多少，这个 a 呢就是 dx dy， x bar 就是 x， y bar 是 a y， 所以 x bar a 是不是 x dx dy？ 好，所以这个 Q of X 等于积分 Y bar DA， No 不是 Y bar， Y element DA， Q of Y 等于积分 X of element DA， 这两个是我们的基本公式，带进去算重心，整个面积的中心就是等于积分 X element DA 除上 A 呢是等于积分 dA， 通通 summation 起来嘛，对整个 integral 积分。那 y bar 就等于积分 y of element dA 除上积分 dA， 这两个呢是基本公式，没有变啊，没有变。那剩下就是在这个地方，怎么样计算这个 term 跟这个 term 出来？大家看看这个 term 呢 ，dA 这里是 dx dy， 所以这个 term 是什么？是一个Double integral 双重积分，啊 ，Double integral， 哇，这个很啊，有算过吗 ？Double integral， 甚至你们还算过，对 Wallum 来讲是 Triple integral 三重积分，好 ，Double integral，Double integral， 好，所以基本上呢，算这个 first moment 是一个 Double integral 方式，算怎么呢？算对 total area 做积分，好，那个 area 怎么算法？这个 boundary 在哪里？要带进这个地方 ，x 从哪里到哪里 ，y 从哪里到哪里，算一个双重积分。双重积分通常来讲是你们不喜欢算的，如何从双重积分 reduce 到一个 single integral？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下面跟你们讲的技巧。OK， 这个是对 volume 部分 ，no 对面积部分。那面积呢？有些时候呢，我们 boundary 的地方呢是一个圆形的弧形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取一个极坐标来计算。x、y 有个 area， 那 element 也可以这样来取。我可以用 r theta 这个 polar integral 来取代这个 xy integral， 从 xy 换成 polar integral 来计算。有些时候 boundary 是圆形的话，用这个 polar integral 比较方便。如果我取这个西塔，这个是角度是 d 西塔，这个长度是 r， 这个是 dr。如果我取这样是一个 polar integral 的 area，dA 等于多少 ？dA 呢，它就等于这个边长是，这个是 r d 西塔乘上 dr， 这个是 r d 西塔，这个是 dr， 所以面积是 r d 西塔 dr。那这个 element 的重心在哪里？这个是r of element 是等于 r， 等于是应该这样子，还是算 x 跟 y 啊？那所以说 xi 呢 ，x of 这个 element， bar of element 等于是 r cosine theta，y
bar of element 是等于这个 r 乘上 sin theta 啊，这个点的位置。好，带进来这个地方呢，就可以算出这个 qx 跟 qy 出来，照带进去。然后呢，积分呢是什么？积分是对这个是 dr d theta 来做一个 double integral。r 从哪里到哪里 ，theta 哪里到哪里，做这样一个积分。反正不管你是取 xy coordinate 取 polar coordinate 都是一个 double integral 计算。好， double integral 当然不好算，不好算呢，想办法换成一个 single integral 的计算，可以用这样方式来取。element 不一定要取一个小小的，你可以取长条形 element。好，算这样一个面积。好 ，xy 这条 curve 是一个 y of x 的曲线，这个点的 p 点，它的坐标是 xy。在这个曲线上面，现在我取 element， 我取这样长长形垂直形的 element 下来，这个是 x， 这个是 dx， 这个呢是 y。 如果取这样一个 element， 你要记得要取 element 有三个东西你必须要知道。取这个 element 的面积怎么计算，这个 element 的重心在哪里你要晓得。如果取这样一个 element， 它面积多少， dA等于 y dx， 对不对？ y dx， 对不对？好，重心在哪里？几何中心在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x bar of 这个 element，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y bar of 这个 element。好，所以 x bar of element 是等于 x，y bar of element 等于二分之 y。所以取这样一个长条形的 element， 它的面积以及这个面积的几何中心都知道。好，带进来计算 Q 啊，所以这个是变成是这个 x bar 就等于积分，我们最主要算这两个 first integral 直接写好了，算这个 first integral 积分 x bar of element dA。这我可以写成为你看一看，变成是 x m 是 x， dA 是 y dx 积分，再把这个 y 呢换成是这个函数出来，这个变什么？这个是一个 single integral， 只对 x 积分。x 积分呢，如果这个是a， 这个是 b 的话，就是从 a 积分到 b， 把这个 y 呢换成是一个 x 的函数进去，所以这里面呢，通通都是对 x 做一个 single integral 的积分。所以你这样长条形这样取的话，就可以把原先这个 first moment 是一个 double integral， 就 reduce 到一个 single integral 的方式来计算。好，这个是非常方便用。可是记得你取一个 element 的时候呢，这三个要素一定要晓得。我不要取，我取这样一个 element， 取这样一个 element 可不可以？取这样 element 可不可以？可以啊，你这样取，可是你 a 多少？x bar element 在哪里 ？y bar 在哪里？你不知道，不知道你就没有办法带进这个地方呢，来计算你的 first moment。同样道理，这个积分 y bar of element dA 就等于二分之 y 乘上 y dx， 对不对 ？y dx， 那你这个把 y 再换成这个曲线的 x 函数呢？这个 x 来讲也是积分，从 a 积分到 b， 就可以把这个 single integral 就可以计算出来了。好，这个是一个第一个做法。第二个做法，我可以取横的。好，同样这个题目。好，这个是 A， 这个是 B， 取横的 element， 这个点坐标是 x 跟 y。好，我取这样一个 element， 这个 element 的中心在哪里？中心在这个位置上面。好，那在这里呢？这个就是我的 y， 这个是我的 dy。 取这个 element 三个要素，面积等于多少？面积是这个，对不起，书上这个是 a 啊，这个是 a， 这个他没写了，这个是 b 好了。面积是不是宽度乘上高度？宽度多少？宽度是 a 减去 x 乘 dy， a 减 x 乘 dy，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是面积。这个 element 的 x bar 在哪里？ x bar 呢，在这个位置，
二分之一的 x 加上 a， 就是这个 y of element 等于 y， 有了这几个东西带进去，这个积分 x bar element dA 算 y bar element dA， 算这两个东西呢，就可以计算出 first moment 出来，再除上总面积，就可以把 x bar 跟 y bar 算出来了。所以不管你怎么取法，你取成 element 以后呢，它的面积，它的这个 element 的中心你要算出来， 要知道才可以这样取。那第三个方法 polar coordinate， polar coordinate 我取面积呢，可以这样取一条，这样取，这个 P 点坐标是 r theta，theta， 好，这样取法的话，这个中心在哪里？中心是在这个地方。这个距离呢是多少？三分之二啊，这个是一个三角形嘛，三分之二。OK， 好，所以这个 element 的面积多少 ？dA 是等于这个是 r 乘上 r d theta， 所以是 r 平方 d theta 啊，除上二啊，二分之一。三角面积二分之一底层高 d theta 除上二，所以这个面积呢就可以表达成为 r 平方 d theta， 重心这个是 x bar of 这个 element 是等于三分之 2r 乘上 cosine theta， y bar of element 等于三分之二这个 r 乘上 sin theta， 然后所有东西都是对 d theta 一个做积分，就把 d theta 从Alpha 角度记到 Beta 角度就可以了，所以这样一个取长条形的 element， 重意都是在把这边的 double integral reduce 到一个 single integral 来做计算，计算起来呢是比较简单、比较方便的做法，比较方便的做法。好，那我再强调一次，你要取任何 element， 取出来以后呢，一定要把它的面积以及这个面积的中心位置定好。才能带进这里呢来做积分，否则 otherwise 没有定好这个东西呢，没有办法做。我就如果我随便取这样一个 element 可不可以？我就取这个是叫 dA 多少你也不知道，这个中心哪里你也不知道，那这个没办法做。那就取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说一个不规则形状可以切割成好几个规则形状，也是同样道理。你每切一个那个切割那个规则形状的重心，你一定要知道才可以。OK。好，那下面还有两个定理呢，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怎么应用，下面有例题告诉你们啊，待会儿到后面再看好了啊。5.7 这两个简单定理就是 theorem of 这个两个人 Popper and 这个是 Gulnus GULDINUS， 这两个名是谁我也不知道了。它这两个定理很简单，第一个，如果说你有一个轴，一个线段对这个轴做一个旋转，一个线段旋转出来是一个面积，对不对？所以呢，那个一个线段，如果这个是一个半圆形，旋转出来变什么？变一个球面的面积。如果这个是一个直线，旋转出来呢，变一个圆锥。如果这个是一个这样一个线段，一个空心圈的话，绕一圈出来呢，变成一个游泳圈面积怎么算？不好算啊。可是从这个定理呢，很容易给你算出这个面积出来。这个是一个。第二个是拿一个面积旋转，这个是一个面旋转算出来是一个球体，把这个三角形面旋转算是一个圆锥体，把这个面积旋转算出来是一个什么东西？我形容是一个 donut。donut 对不对？实心的一个游泳圈了啊 ，donut。那在这边这个定理告诉什么东西呢？算从这里从线段旋转出来的面积，从面积旋转出来的体积，它们中间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么计算？好，它两个定理。第一个文字我就不写了啊 ，theorem。One 就是一个线段
旋转在面积 A 当中啊，等于 two pi y bar 乘上 l。l 就是这个地方的长度 ，y 八就是这个线段本身的这个到这里的距离。这个线段中心在哪里？在这个地方，这个 y 八在这里，这个线段中心在这里，所以 y 八在这里。如果这个线段对这个轴旋转出来面积等于 two pi y 八乘上 l， 好，怎么证明？好，那我们这边证明呢，很简单，就是好，有一个线段在这里。如果取中间其中一段 ，dl 来旋转，旋转出来呢，它是不是就是这样一圈？好，旋转出来，它的 dA 是等于什么东西？等于 two pi， 这个是 y 啊 ，y two pi y 乘上 dl， 好，圆周嘛，圆周乘上这个宽度，就是这个旋这个小 dl 旋转出来的一个面积 ，OK。好，积分 total A 是不是等于 total 积分？这个是 dA， 这是积分 two pi y 乘上 dl， two pi 拿到外面去，等于 two pi 积分 y dl。这个积分 y dl 呢，这是我们的 y bar l， 所以最后出来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得到这个结果，好，这个结果你看一看，有一个线段对一个轴旋转出来面积等于这个线段长度 l 乘上这个什么？你看 two pi y bar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线段的几何中心的绕一圆的圆周，对不对？圆周，啊，就是线段的面积乘上这个线段的中心所走过的距离，就那么简单。好，所以你从这个地方转一圈出来，我们知道圆周半圆出来是一个球面。好，我们就以这个算算看好了啊，球面。好，那这个球面的面积 a 等于多少 ？a 则等于 two pi y bar 乘上 l two pi y bar l 多少是pi r pi r 对不对？就是 pi 乘r。2 pi r 是圆周嘛，它只有一半半圆，圆的圆球的面积等于多少？应该大家都知道吧？四派 r 平方，对不对？四派 r 平方。好，那在这里，你看派跟派消掉一个，四跟消掉一个，所以 y 八呢，算在结果等于是 two r over pi， 是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把这个半圆形这个线段的重心就可以算出来了，啊，从书上对一对，没错。如果说你知道这个东西，就可以算出这个转的面积出来。如果你知道面积，就可以倒过来计算这个地方的重心位置在哪里。OK， 这个一样，这个一样。好，如果你想算这样一个圆圈，这个圈，这个线段绕一圈产生的面积多少，这游泳圈的表面积多少，你看这个距离多少，这个距离多少乘上这个圆周，就是这个一圈的面积多少的，对吧？所以这个第一定理。第二定理，这是对 volume 的 theorem two。volume 旋转体的 volume 等于 two pi y bar 乘上 a， 大同小异。这是这个旋转这个面的面积乘上它的中心的距离，中心绕一圈的距离 two pi r by bar， 证明一样很简单，在这里。有这个面积旋转体，我取这样一个面积来旋转，旋转一圈出来呢，变成一个体积。这个体积多少？这个 dA， dV 等于多少 ？dV 等于什么？这个是 y 啊 ，y two pi y 乘上我们这个面积 dA。好，绕一圈，面积都是截面积 dA， 绕一圈的圆周距离就是 two pi y， 乘起来呢就是这样旋转面积。那现在呢 ，total volume。等于多少？这是积分 dV， 这是积分 two pi 积分 y dA， y dA 呢就是我们这边这个 y 八 a 这个结果。那一样 two pi y 八就是它的重心所走过一圈的距离，它或者是面积乘上这个重心走过一圈距离，就是旋转出来的体积。
好，这个就是旋转体从线跟面积的关系，面积跟体积的关系就可以很容易算得出来。好，一样举圆的面积了，那来算算看好了啊。那你们看看，一个半圆面积对这个地方旋转出来的体积等于多少？半圆面积啊 ，V 等于 two pi y bar， 假设你不知道啊，乘上 a， 这个 a 呢是派二平方的一半，对不对？派二平方一半，这个圆面积是派二平方一半啊。圆球的体积等于多少？大家知不知道？三分之四啊，对。所以这个，如果你已知这个东西，三分之四的派r的三次方等于 two， 这个 two 拿掉了啊，没有了啊，等于派平方 r 平方乘上 y bar， 所以派消掉一个 r 平方，这个消掉这个，所以 y bar 是不是等于四 r over 三派？这个结果就算出来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两个原理，知道圆球面积，知道圆球体积，大过来就可以计算出这两个线段以及这个面积的几何中心出来的时候。所以这个要不要背？不用，你只要记得这个两个定理就可以了。好，所以这两个定理呢也是相当简单的。好，那下面呢，我就开始讲这个议题，讲一题好了，讲完一题呢就下课好了。这个题目怎么样利用积分去算一个面积，让你们听完刚刚学完这个定理，然后做一个实际的应用。在两三页就讲完这章了。好，我笔记有误啊，这个是书上才对的啊。我后来重新算了一下。好，我们看这个例题，5.4。有一个曲线，这个斜抛物线，它呢曲线的方程式是 k 乘上 x 减 a 的平方，这段距离是 a， 这个距离是 b。 好，要算这个面积等于多少，这个面积的几何中心在哪里，算这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好，第一个 k 没告诉你，我先把 k 算出来。第一个呢，对这个点来讲 ，for x 等于零 ，x 等于零 ，y 就等于 b， 好，这个地方这个点，零 b 带进去，所以 b 就等于 k 乘上 a 的平方，所以 k 呢是等于 b 除上 a 平方，好，所以这个方程式可以改写成为 b over a 平方乘上 x 减 a 的平方，好，这个就是我们的 y 的方程式。好，这个题目，这个要算重心也好，算面积也好，这个都是一个 double integral。double integral 呢，我就把它切一个长条形来去计算，我就取这样子一个长条形。这个是 x， 这个是 dx， 这个点是 xy。我取这样一个面积，这个面积的 dA 多少 ？dA 是等于y dx， x bar of element 等于 x， y bar of element 不等于 y 哦，二分之 y， 这个搞清楚啊，这个是它这个重心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 x 二分之 y， 这个是这个 element 的重心的这里。好，有了这几个东西，我就带进去我的积分来计算，积分计算。好，我先算 a。等于积分 dA， 等于积分 dA 呢 ？y dx，y 又等于这个是 b over a 平方 x 减 a 的平方 dx， 所以把 y 呢换成 x 的函数了，所以这个函数是什么？完全是一个对 x 的一个 single integral。对 x 来讲，这个面积积分在哪里？是由零积分到 x 等于 a 的地方。上下限是这个积分，我想我就不算了，你们都会应该会算，算出来结果呢是等于三分之一的 ab。 好，这个积分出来呢不难了，你们在
这等于 x 减 a 平方出来是二分之三分之一的 x 减 a 的三次方啊，上三代进去就可以把这个结果算出来了。好，这个 a 有了 ，a 有了，第二个要算 first moment q y q y 就等于积分 x 的 element da 带进去 x element 是 x， 所以是 x 乘上。da 是 y，y 是 b 除上 a 平方 ，x 减 a 的平方 ，dx， 所以这里呢已经通通换成是 x 的函数对 x 积分，对 x 积分这个面积来讲 ，x 等于零到 x 等于 a 来做积分，这个积分我也不算了，算出来这个结果呢是等于是十二分之一的 a 平方 b， 同样道理 ，q。x 等于积分 y of element da 等于积分二分之一的 y 乘 y 这个二分之一 y 二分之一 y da 呢是 y dx 等于 y 平方 da 等于二分之一 y 是 b over a 平方 x 减 a 平方平方 dx， 不管这边再复杂，已经通通把它换成是一个 dx 的 single integral，x 来讲是用零积分到 a， 这个你展开以后呢，一积分就可以积出来，这个结果呢是等于十分之一的 ab 平方 ，OK， 有了 a， 有了 qy， 有了 qx， 我们再过来就可以带进我们的基本公式里面，哎呦。基本公式里面算出来呢 ，x bar 等于积分 x element da 除上 a。好，这个能多少 ？x element da 是 a 平方 b 除上十二除上三分之一 ab， 出来结果是四分之一的 a。y bar 同样道理，出来结果是十分之三个 b。好，从这个例子。我们就要算这样一个平面面积，它的面积几何中心原来是一个 double integral， 我就利用一个长条形的那个 element 取出来，把这个长条形的 da 找出来，长条形的重心找出来，重心找出来就可以带进去我所有的公式里面去算出 total a qy qx， 最后带进这两个基本公式呢，就可以算出这个抛物线所围成面积，它的重心在哪里，还有它的面积多少在哪里。好，大概就可以这样算出来就是。QX 什么呀？等于 YDA 呀、啊。啊，对 ，Y element 等于二分之 Y 啊。dx， sorry， 写错了。dx， OK， 好，从这个结果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法则了啊，一个法则，我们可以看看，如果这个是直线，围起来这个三角形，面积多少？二分之 ab， 对不对？二分之 ab， 然后这个在这个位置，这个、x bar 多少？三分之 a， 对不对？三分之 a，y bar 三分之 b 嘛啊。那如果说这个是一个抛物线，这个是一个 x 的一次方啊 ，y 等于 x 的一次方，这个呢是 y 等于 x 的平方的一个函数啊，一个函数啊。那这个面积多少 ？a 是等于，看结果，三分之一 ab，x bar 四分之一 a， 好，再过来。如果这个是一个三次函数的话 ，a 等于多少？你相不相信这个是四分之一 ab， 然后呢 ，x bar 呢是五分之一 a， 啊，四次函数是五分之一六分之一啊。如果说你抓了这个准则的话，你就很容易算，很容易算。二次抛物线面积三分之一，抛物线这个是那个
那个等于零的地方哦，所以这边呢是三分之一，这边不是哦，啊对，对不起，这边四分之一，这边不是，这边要算了，这个边四分之一，三次曲线这边是五分之一，好，对，不是那么巧，你积分算出来就这个结果，好，只是告诉你有这个准则了。如果以后你要用这个结果呢，很方便，很多地方都可以这样来用的这个。好，今天我就上到这里，下课。